Hello everybody， 我是伫床脚来用的。今仔日卖啥物？今仔日无要卖啥物？要向大家介绍我最近爱用的产品是啥物？清凉爽，中式胶囊，让你放屎顺利，免食歹味，大家笑眯眯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央竹。那其实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，我自己本身不是一个寡口的人，顶多算是瘦子界中的胖子，然后胖子界中的瘦子。那原因来自于我自己本身是一个肌肉含量偏高，然后体脂也偏高的人，所以看起来就是会有点肉壮的。但是帅哥不练肉壮，帅哥都壮，那肉壮，所以就是动没掉了。那来自于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很爱吃的人，所以呢，我的办公桌上必备办公品就是什么零食跟饼干。那再加上我自己本身的作息比较不正常，所以有代谢不好，然后睡眠不足的问题，所以就是会有便秘的问题。对啊，水体没得改，要晒个棒没出来，人家就小心了，对哦。那索性好不好？我好朋友介绍我吃的这一款清亮瘦中式胶囊，它有通过12国的欧盟专利，还有营养师数据实测的效用，还帮助你排便代谢变得超级顺。对，那我才吃第一天，我都超有感觉，我当天直接降低我对吃宵夜这件事情的欲望。想说，与它内含亚麻籽跟刺龟的成分，它可以有效降低我对吃的冲动。所以我希望你吃七天来对，我都没有吃宵夜，超扯。所以我这个礼拜就成功降了2.5公斤啊！那里面还有一个很厉害的成分，魔芋。它里面有高达98%的菊络纤维，它有强大的吸水性呢，产生一个高粘度的凝胶去包覆你的便便，把它顺利的排出来。所以想要放屎顺的是平安的。你有看吗？你敢看有看无啦？有看无啦？真正有影。所以想要我爱吃三饼的是平安的。目前呢，它一天是只要吃2颗这样子的胶囊，把你囤在肚子里面一天的便便全部包起来，全部散出来哈。让我们一起当型男好不好 ？Peace out。